大家好，长江超市，可能是又是抓贼了。今天天气有点下雨。哦，这是一个老外。这个监控查了水落石出。对，我刚才看了监控，刚才啊。他不抓的话，我现在就告他了。找到了，偷什么了？偷偷交警枪，我这里说。偷什么了？偷龙虾。偷龙虾。偷水果最好的。啊。你们记得那个牌子给他看看，他不得不啊。对呀，我们也抓住真的。这大妈的，好像掏自己的样子，拿出去慢慢都拿出去，我把它装回来。哎，老板，大盘现在多少钱现在呀？15块9块9一打的。啊，这个牌子翻过来是吧？那个牌就拍出来了，在外面抓来了，外面抓的，桥底下抓来，抓完在里面没中枪，抓完今天。Thank you.
他刚才都偷了什么东西啊？偷了海鲜，还30块钱的海鲜，两个芒果，太过分了。一共价值多少钱？都已经37块了。哦。上次来偷肉。哦，他来过的。他来拿了差不多40块钱的肉，然后说就出去要拿水果就走了。这个门口是写3块钱的，我帮你看一下。小姐说不让偷呀。这里又发生一个什么事情？